维持良好的身材，都给他帅就好了。快破200级哎，赵强多上衣露身材，加钱啊！我知道，不要乱许愿，我知道。泳兔最强手了，我最羡慕木里义正哥，又刮顺了，难怪眼睛那么好。谁？我终于要谈恋爱了，是吗？至于超可爱的是，至于是你的哦，不用找进孩子，因为你去国外宣传电动车，你有什么理由啊？我会教自己的孩子说，你要更爱惜，阿妈。龙，你跑上来看直播干什么、啊？你不来拍戏，你真的是少强啊！对啊，都给他帅就好了。我没有办法像那个我们少强一样，就是维持良好的身材。快破200级哎，让我们少强那个好不好？脱上衣露身材，加钱啊！钱可以解决都好说，好不好？对，都好说。嗯，我知道，不要乱许愿，我知道。修了一个多月吧，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出现了160几集。对，勇兔，你们来上班，李姐。我觉得勇兔最抢手了，你看，每个男人都这么爱他。不过我最羡慕木里义正哥，你看又刮顺有没有？难怪眼睛那么好。对，我也该放下过去，迎接未来的。是，讲得好，勇兔你讲得太好了。像我刚刚就遇到那个雅纯嘛，我觉得其实不错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就是有理论才有商机，有讨论度。谁？我终于要谈恋爱了，是吗？至于超可爱的是，没错，至于是你的哦。你确定吗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们希望至于是志成的孩子吗？希望找进孩子，太可爱了！找进孩子，对，佑馨演得特别特别好，对，因为我很喜欢看佑馨演戏，而且角色什么样的戏他都可以演得很好，非常非常佩服他。为什么这次回来，然后那个谁，心仪就跟少强两个在一起？我后来问了那个心仪。他给我的回答是，因为你去国外宣传电动车，所以他就跟少强在一起了。这你有什么理由啊？真的是太好笑了！会踢那个瓶子，然后又拍那个打戏，扭到了右手边后面这一条筋。我昨天还去打针了，打了那个消炎针，然后哦，不然实在太痛了。虽然现在打完针还是会痛，挥拳。对手演员太靠近了，我要赶快收手，不然一定可能会打到人家鼻子杆会断，所以就赶快收手，所以扭到了。朝凤领便当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他演得很好哎。台语有一句话叫做“甲甲行万甲行”，任何各行各业的不管做什么都很辛苦。对，拍戏真的就像在玩，然后而且我绝对不会去分什么小团体啊或什么，至少我自己我待过的剧组没有分过小团体的。我都会跟孩子说啊，就是说，我说我以前错了，以前我太把所有的爱都放在你身上，觉得应该要更重视一下自己的父母。希望我就跟大家分享了，对，因为你想孩子他是越来越往上走，他的年纪他的成长，可是老人家呢，他却是越来越往下走。所以我会教自己的孩子说，你要更爱惜，阿嬷，嗯，大家应该听懂我说的意思了，对不对？